有可能别人两个小时两分都做不完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他的票，两分钟，他演唱会的门票，两分钟时间一售而空。哎呦喂，这么优秀啊！两分钟都可以卖完，哇塞！哇，而且足以见得他的表演是多么的让人喜欢。而且这位少年呢，真的是我们看着他一步一步在这个舞台上不断的成熟，而且衣服还特别模仿的，是吗？你来一个，因为我太唱歌怎么样？特别喜欢他的歌，然后我就他的风格，跨年都会很认真的看。然后他就喜欢什么样？就老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没家感觉一直有个苍蝇，一直飞不出去了。我说，这是投入的表现，对，特别他的这个舞台风格，然后表演形式，包括他在唱歌的时候那种投入感，他仿佛觉得他在唱歌的时候，舞台就是他的宇宙，对，他就是这个宇宙的中心。而且那个范儿特别特别正，就感觉特别吸引人的感觉。是，所以你看这么多年来，他的每一首歌只要一经推出，所有人都会惊艳，因为他本身音乐制作能力又很强，自作都会做音乐，对，简直特别棒。每回看他演，他就觉得哇，这个歌只有他能写出来，了不起。是，而且呢，他写的歌似乎就是别人要想唱，其实很难，很难，太高了。对，而且他的歌在卡拉 OK 里面，别人如果要去点来唱的话，那就是高手啊，这是高手。对，层次有多高？那是高手。对，他已经在那儿了，哇。对，所以呢，每次他一上场，或者是每次大家一听到他即将出场，现场观众的尖叫声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场上所有的观众朋友，把您在2018年最大的欢呼声和尖叫声以及掌声，要送给即将上场的这位被你们称为火星少年的。所有现场的朋友们，最热烈的掌声和接下来最大的期待留给下面这个非常精彩的表演。在昨天彩排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现场的朋友都为这个秀深深的震撼，我们希望这个秀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做到完美。那么现在马上把舞台交给霍晨宇。